然后跳养呢，它是由迪贝尔 EQ 教育所开发的。迪贝尔 EQ 教育呢，其实我们这十几年来的时间，我们已经带超过4500个孩子。那这4500孩子，我不是告诉你说，哦，我曾经跟他聊过天，所以我说我带过他。这4500孩子，我们可能是陪伴他，陪伴他，他可能还是被讨厌、被嫌弃，甚至要被学校退货，然后被爸爸妈妈感觉到非常无助、非常难过、非常不知所措的孩子，我们把他带到，他可能是被认同、被肯定、被喜爱，甚至是被崇拜。我们可以带4000多孩子从被厌弃到被崇拜的过程，那我们把这4000多孩子的整个教养的专业，还有背后的我们怎么去引导他的心理分析，所有专业知识，不管是儿童发展、儿童心理、行为改变理论或行为改变技术啊，很多很多很多，对，我们把它融合在这跳养里面。然后我们设计了一套演算法，那这个演算法它目前已经拿到发明专利。那发明专利是必须去申请，然后必须去被国际确认过，这是一套全球第一，对于整个世界有进步，对于技术有突破，对于整个产业有贡献，才可以拿到这样的专利。那所以呢，你使用这个跳养的时候呢，你只要勾选你看到问题，就是我们老师借由这个问卷，透过你看到了孩子的眼，你看到了孩子，我们会透过这个问卷呢，直接由整个跳养的背后的专业资料库，我们帮你做很缜密的运算，然后去告诉你，你的孩子他是拥有哪一些特质的孩子，以及这个特质他的优点是什么，他的缺点是什么。那针对他的优点跟缺点，你应该怎么去教，怎么去带他，我们把所有的教养方式背后的智慧运作的方式跟策略，我们也都告诉你。所以呢，我们让你可以在不用花10万个小时，花10年的功夫研读，从素人一直慢慢慢慢帮自己演变成专家，然后我们可以让你透过跳养，在教养过程中你可以做到运用自如。对，你可以教你的孩子怎么样面对他的优势跟特色，而且怎么样适当的保留这些能力，适当的去管理他，然后把他练习跟发挥的恰如其分。那我们希望这么做可以帮助你的孩子把越来越多的优势保留下来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么做，我们可以教会更多的孩子学会更自信、更自在的去管理好他自己的能力跟特色，让自己可以更快乐、更自信的跟旁边的人、跟自己还有跟这个世界相处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一套软体，我们可以让孩子，每一个孩子成为他最棒的自己，然后让每一个爸爸妈妈、用心教养的父母，你们可以成为一个很自在的、很自信的父母，这是我们希望透过跳养可以传达的东西。